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北美生活说》，我们来继续跟安娜一起来刷题。现在是5月2号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LeetCode Challenge。今天的这个题也是 LeetCode 771题，就是说题目的意思呢，就是给你两个 string，一个是 jewelry，一个是 stone，然后要看在 stone 里面多少。有多少个数字也是在 jewelry 这个 set 里？所以说这个题的话呢，他还给你了 notes，说 S 和 J 都是包含着是这个字符，而且最长的长度是50，然后 J 里面的字符都是不同的。这个题的解题思路呢，我们来看，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暴力的解法，就是说在 S 里面的每一个字符。都看一下在 J 里面有没有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时间的复杂度就是 S 的长度乘以 J 的长度，这个时间复杂度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快速的方法可以在 J 里面一下就找到说有还是没有这个字符。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一个数据结构叫 hash set，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set，然后里面呢。就是存每一个出现了在 J 里面的字符，这样的话呢，在 S 搜索的时候呢，J 的时间复杂度是 O 一的时间复杂度，看在这个 set 里面有没有这个字符。那我们就来开始 implement 它吧。现在呢，就是把 J 里面的所有的 character 都存在这个 set 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就 return 零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对 J 里面，S 里面每一个 character 都判断在这个 hash set 里面有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就录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《北美生活说》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YouTube 和 B 站上面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